按关下去。蒜泥、姜末、糖一汤匙、五香粉四分之一茶匙、百胡椒粉一茶匙 ，OK。蚝油一汤匙，鸡精粉四分之一茶匙，生粉一茶匙，盐放适量 ，OK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把鸡肉放进去腌制三个小时，或者是腌制过夜也是可以 ，OK， 让它入味。好，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鸡腌制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现在我准备把鸡拿去炸 ，OK。现在我们来调它的粉，好，来，现在我调这个粉，这个粉呢，我用糯米粉，糯米粉160g，还有粘米粉60g，一汤匙的蛋黄粉，放进去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放入适量的盐、胡椒粉。调一调味，还有黑胡椒、黑胡椒粉 ，OK， 依据个人喜欢了 ，OK， 你可以放多，可以放少 ，OK。好，现在我准备把这个腌制好的鸡放进去。是这样子，均匀的裹上粉，把它。按压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把多余的粉拍走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准备拿去炸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试试这个油温。筷子已经起泡泡了 ，OK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。